然后到时候会再回来到这个地方的意思了哈。好，渡月桥上面很多人在走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今天假日人当然会比较多一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会很多人在那边走啊？哎，左手边那边是车站，好，就是如果是坐电车自由行的人的话，啊，就会到左手边那边，然后再走过来这样子。好，不是蓝山车站，蓝山这里是蓝山阿拉西亚吗？好，蓝山。好，京都市区是我们晚上我会带各位去京都车站啊，有没有哈？好，到时候小火车结束之后，我们的停车场是右边这一个哦，现在很多停巴士的地方哦，非常大一排哦。好，我们餐厅是先在这边哦。哎，各位要稍微记一下哦，哈。好，来对一下时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差不多11:30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12:30的时候要回到车上来，1个小时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先吃饭，好，吃饱有时间，好。